花园吹来爱着这风，现在的我头有点懵，该怎么对你说出口，那点骄傲被偷走。其实没办法跟你说，我也很相信有结果。如果会你妈像他们做梦一样。正当我想骂人的时候，他的电话打了过来。喂，好啊。爱就是由我掌握着你， So baby 情话多说一点，想我就多看一眼，表现多一点点，让我能真的看见这过去的照片。今天我也来测试一下在电梯上放开一只羊的手。陈啾啾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下次还敢。挑战给男朋友的哥哥撑伞。我今天又来作死了，等一下看一只羊什么反应。易总，干嘛？你没带伞吧？没带啊。我们一起走吧。一起走？不是还有一只羊？走走走，一起走，一起走，一起走。你们是不是以为他要把我扛起来？呵呵。就是你是胖了，啾啾。你是胖了，啾啾。蓝正海黑色河。今天真的一点也不开心。啊？下班带你去吃你最想吃那家牛排吧。好呀。易思阳，那边有人找你，快点。等我下。啊、好。2 hours later， 都七点多了，一只羊怎么还不回来啊？还是看他一下吧。他怎么跟个女生在一起啊？一只羊，你就是那个陈啾啾吧？我是他女朋友，你有什么事儿？一只羊坐我们家吧，那个你要不送他吧，外面下挺大雨的。没事。哎，啾啾，你坐前面，你坐后面吧。你家还住那吗？干嘛呀？去送你回家。啾啾，我都要不陪你吃饭，我都要有事。你是不是又要去找你前女友啊？哎，你能不能不要无理取闹啊？早就跟他没有联系了。没有联系？那你为什么密码还是他生日啊？还是你密码而已，我改回来不就行了吗？你有没有把我当女朋友啊？哎，行，我不说，我来就行。我所有泣不成声的挽留我。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，请稍后再拨。找他，找他，找他，啾啾，不找他，啾啾，啊，易总，我找你去他办公室。一只羊怎么了？什么一只羊？易总，我找你去他办公室，你快去啊！哦。易总，你找我。啾啾，这个方案是你做的？是啊。你来公司快两年了吧？嗯。对啊。做成这样，新人做的会比你好，你觉得合适吗？对不起啊，易总，我拿回去重新做吧。你怎么了？你是最近遇到什么事儿吗？没有。没事吗？一只羊已经两天没来上班了，他到底干嘛去了？哎呦，谢谢你宝贝，每次来都给我带。哎，干嘛呀？
又来了。我来找一只羊啊，关你什么事？等等，他好像不知道一只羊不在公司。我都跟你说了，你不要再来烦他了。我给他带奶茶的，怎么你害怕我找他，我们俩和好？一只羊不在。哎呦，你瞎说什么呢？走开吧。哎。昨天的事儿真的多亏了胡芊芊了，给他。哎，芊芊，昨天谢谢你啊，我给你买的鸡腿。不过你为什么要帮我呀？哪有那么多为什么？废话真多。不然我去跟易总说说，让他不要再让芊芊扫厕所了吧。什么情况啊？一只羊住院了。于是我决定主动去问他。听你说你是真的喜欢我，真的想谈恋爱了，那就让情绪决定，听呼吸频率。喂。啊，事情是这样的，今天我本来要去医院看一只羊，可是他竟然不让我去，我还是不放心，于是我就，也不知道是哪个病房，他也找不到。等等，怎么又是他前女友？是不是？哎，你来这干嘛？一直要说想我了，我来看看他都不行吗？想你，你别这么不要脸了，行吗？什么我不要脸啊？他之前都没有联系，你自己还不明白吗？我现在是他女朋友，你自重吧。现在女朋友不女朋友有什么用吗？他心里爱的还是我，好吗？你真以为一只羊是垃圾回收站啊？什么货色都敢要？不是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你有病啊！你干嘛？